先进去打个招呼吧，然后来再整一口，你俩倒上啤酒，整一口啊！我要不我跟你们一隔起来，我高兴。那天那个半夜站都站不住。我们现在刚刚吃完饭，然后准备打车回家了。完蛋了！哎，麦哥，我下午怎么这个操心啊？因为开生意了。快一点了，还在看今天的素材。哇，今天是我老大爷的最后一天，今天我们来打空投。啊，走吧。黑道大老板的嘴里，呀！我要二，对，没有一会儿。威尔跟少军一人买了一件1700的皮衣，给本地人小郭老师看一下，他们到底有没有被骗？快点！什么呀？说什么？大北哥，1500。龚老师，你这样失去我们两个吗？这是1700，1700是吧？就是收入水平还，但是皮其实可以。对。你站远一点。没有，其实挺好的，就是因为你现在里面那个帽衫比你皮衣长，所以现在觉得整体上半身长。12号，你说你根本就不能来，你去干嘛？你是不是得？1600的偏打。你跟他砍价了吗？哎呦，真是你俩要买东西，他不等我。你从沈阳买东西，你得跟他拉价。商场你也要跟他拉价。跟他拉了。拉不动，拉不实啊！谁没拉下来？谁也没拉下来。拉两条丝巾。就他给你砍班的，你抹零。我抹的零是抹那个1000后的那零啊。对呀、啊。一后的那零啊。对呀、啊，那你抹50啊。我一直以为抹零是抹最后那零、啊。笑到头掉。主要你讲价，你第一口价你就好，你上来讲50，我讲了150了，你就讲了150，人合计啊150，其实你也没差那150块钱，哦，差的是那150，我差的是那1500。滚滚红尘里流云，